好，Marcus、Theo、Jenny， 你们在哪？白果山探索乐园。白果山探索乐园，你去看恐龙了 ，Let's go。收集完六个印章就可以换一个小礼物哦。现在收集一个。现在收集一个了。所以剩下五个。剩五个了。搭车车咯。走吧。爸爸搭大的那种。好啊。哇，好大的玩偶。我车进了。万龙收集到咯。我更清楚了，我今天很清楚。三角龙也盖到了哦。三角龙好了，妈妈，我盖错边没关系。霸王龙也收集到了。好，火龙在叫了，他把车子踩扁了。火龙，都要做大猩猩抱抱。哦，大猩猩！哎呦，大猩猩抱我们！暴龙，那、你们好。我等一下想要去缆车那边下车。好。它在肚子里面的。在蛋里面。恐龙的心脏在跳。不要压他的心脏。小恐龙。好多恐龙哦。又找到一个印章了。耶。下坡喽。粉红色的恐龙，粉红色的三角龙，好玩吗？大恐龙，我被吃掉了。你被吃掉了？对，这个恐龙在咬。互动体验馆。彩色龙，印章盖完换到恐龙喽。来，恐龙长怎样子？秀一下。这样子，哇，很可爱哦。好，跟大家拜拜。